你有多久没有看过山川湖海了？你有多久没有在大自然里畅快地呼吸了？生活中，我们总是向往诗与远方，但无奈，往往那些远方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到达。当我们无法实现旅行自由时，是否可以换换思路，来一场假想的旅行？哇！今天，嗨放派成员们就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亲手制造目的地的风景，并带着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在杭州实现一场假想的环球旅行。哎呀，这是谁啊？我是那个修管道的。这服装蛮适合的。那个厕所灯坏了，太别扭了，看着。对你哥怎么这么高啊？看你这样，小孩们看了以后又觉得你在误导。不止。哎，为什么这么大的沙发我们要做成这样？为什么这么大？你为什么老挤我们？对，我们这么大的沙发，我们，哎，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哎，快递来了，快递来了，放门口吧，谢谢。放门口吧。开放派基地临时的，我先找谁都不知道是吗？关键是哪个是你的？放门口吧，谢谢。不用了，走了，走了。哇，哥，陈哥，陈哥，陈哥，请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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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陈哥，怎么样？哥，你怎么突然来了？这么捧场，怎么想你来了？听说这个节目特别有意思，我就来了。听说你们一帮人玩得很开心，搞各种试验。什么看太阳什么的都要把你弄到天上去，看太阳就有意思了，哥。对啊，我现在天天看月亮啊，关键是陈哥走，全夜戏是吧？全夜戏，天天看月亮。来，家人，派快递吧。欢迎欢迎欢迎李晨哥来到嗨放派秘密基地。金浩毛巾为你们准备了干净舒适的日用品，伴随你即将开始的嗨放旅程。金浩毛巾。纯棉科技派，与你一起嗨。这你们都分好了每个人？没有，完全没有。这是这一季第一次，第一次做这个，一起说。好，欢迎完了啊，欢迎完了，来来来来，哇，我们看看实验手册。来，给我先看看是啥意思。哇哇，今天我们应该是旅游吧？应该。那走吧。你先，我们先看一看啊。你有多久？旅行简介：你有多久没有看过山川湖海了？你有多久没有在大自然里畅快的呼吸了？你又有多久没有好好的享受一场随心所欲的旅行了？这不就是山川湖海吗？对，山川湖海，每天都在看。如果疫情暂时阻碍了你出去看世界的脚步，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用嗨放派的方式，在杭州完成一次假想之旅。嗨放派联合微博，在嗨放听你的话题页开启了活动，由网友们为嗨放派成员们提供众多旅行目的地，其中一个会作为成员们本次打卡的地点。相信今天各位的旅行会非常精彩。今天你们将前往法国巴黎制作并享用最浪漫的法餐，前往卫星发射中心坐飞船到太空看梦幻星空，前往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雪地里泡温泉，哇！最后到达东非大裂谷观赏彩色龙卷风。当然，这一切都需要你们亲手打造。今天大家需要用实验的方式自制风景。请带着强大的信念完成这次旅行，要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向所有人传递乐观的生活态度，带大家一同领悟生活的美好与浪漫。切记，还有东非大裂谷，心中有嗨点，处处是景点。所以我们今天一天都是在假想旅行啊。
法国，用给他念完吗？法国后面还有啊。既然是旅行，导游必不可少。今天四位嗨放派成员需要自行分担各个景点的导游，目的让今天的嘉宾玩得开心，过得舒心，吃得放心。你们四位是啊，带你去旅行，这我们好不好？主要看嘉宾的配合，主要是看哥你的信念感了。今天发现考你了，不是考我。你们不尴尬，我就不尴尬，真的。你看，我们这边有四个手册。法国的给我。为什么？法国你会不会法文啊？热不得很控制我的血。哦。这是秘密的论，什么意思？发的黑不得下。这是俄语吧？你能再说一遍一样的吗？乐我的谁航空谁我的 chef 你的什么？这法语，这不能按中文分析。我之前拍戏背过法文。轻松风沙，他谁抓的？都低于你我的chef。你这真的背过法语的，你要不要就接受这个任务？我可以，对吧？就打个样嘛。哎，卫星发射要吗你？卫星发射我可以。你拍过一个《我和我的祖国》？对对对，对吧？来了，哥，快救刘醒！卫星发射，卫星发射，我不是温泉。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还挺复杂。哇，对，早上就需要去巴黎嘞。对，我们早上要在法国巴黎，来吧。哎，各位团友们，各位团友们，现在我们集合一下了，那个飞机马上就要登机了。各位团友们，跟我走好吗？不好，现在我们开始，你过完安检了，我马上要登机了。我们也不用消费，不要逼我们消费。没有强，放心，我们这个团没有强制消费。不，我们所有的消费都是你来帮我们消费，好吧？没有消费，没有消费怎么帮你？要让我们开心，要让我们舒服。哥，我们先上飞机吧，不是，先上飞机，飞机已经等了很久了。必须要。然后这个飞机呢？这个飞机是由我开，不好意思。那还是算了。你来开飞机、啊、对、啊、各位团友啊，前往哎，你们上飞登机坐呀、啊、我们在放行李啊，放行李、啊、好好来，这样你们先坐飞机上，不是我们安全带安全带呢，空姐自己假装系，无实物的表演啊、我要听一段那个飞机上的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听完了才比较踏实。先生们女士们请系好安全带。你们现在到飞机，飞机已经起飞了，已经起飞了。你们先睡一会儿好吗？睡一会儿，哥，你信念感必须得强。餐睡觉，餐什么时候有啊？晚餐还吃餐，睡觉。所以我们这个飞机其实是敞篷的飞机。对对对，我们这是体验非常好哈。就快点的，齁热。睡一会儿，闭眼，我就去了。好了，各位团友们可以睁眼了。哇哇，我们到哪里了？现在你们已经到了法国，很不客气的告诉各位，但各位可以下机了。天哪，请问这是法国最复杂的十字路口吗？对，这你看啊，我这八字路口是吧？哇，那边去是巴黎圣母院。不对，巴黎圣母院什么西湖啊，这里是信念。你看啊，这儿指的是什么？埃菲尔铁塔。那儿是不是埃菲尔铁塔？各位朋友们，哇，特别好哎。Hello， it's me。来吧，快点，在那个铁塔下面合个影吧。来，我有三星手机吗？没带，还行吧。你们这能不能演得真一点啊？我们很真。你们看，不对，他差一点。我们特别开心。小王，你差一点，小王。
看埃菲尔铁塔了，那种快乐、放肆、自由。好了，我们出发吧，走吧，出发去餐厅。你先换一下西装吧。现在吗？为什么呢？现在因为要吃，因为我们到法国要进行一个法式的大餐。法式大餐呢，在着装上其实是稍微讲究一点，很像你穿的这种过于休闲的东西可能不行。过于休闲就不能吃饭了，是吧？对，它其实也要有仪式感。好好好啊，那所以我们现在换一下我们的西装，好啊好吗？各位团友们，去哪里换呢？导游？到厕所那边。到法国要进行一个法式的大餐。好啊好好啊，那所以我们现在换一下我们的西装，好啊好啊，各位团友们，去哪里换呢？导游？到厕所那边。来吧，前往我们的法式餐厅，一会儿跟他们就得用这法语交流。法式午餐 déjeuner français。Déjeuner français. Yeah, yeah, yeah. 嗯？嗯？嗨。哎，球哥。来了。哎，我没带那书包怎么办？没事，我又没背。我是法国当地的导游。停。现在呢，我们身处于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停！从现在开始，我们能不能认真一点？是认真了。因为刚才我在不断的给自己灌输我在法国这个概念。是你的问题，哥。我们是我的问题。是我觉得你一点都不认真。不，你的问题，我们很认真，是你不认真。听我说，真正的认真。这个就是法式午餐的意思，学习。Déjeuner français。停。Déjeuner français。不是迪士尼。不是Fox。也不是迪士尼。各位游客请注意了。啊。What the fuck the？ 啊，这什么？等一下。我是法国的当地导游。现在我们身处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法国，巴黎。Simple play。Merci beaucoup。Yeah。这里法国巴黎。法国巴黎。本猪。我们不可以走得这么快，我们每个要参观。你要慢一点。继续往前走，这位先生，这是请怎么说 ？Simple play。继续 play。法式午餐 ，Silver Play， 哎哥，你要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是那个中间的那个，这个就是法国这个法国之窗，这叫。你知道这个设计师是我们中国设计师设计的吗？哇，是吧？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必须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前两天你导游怎么知道呢？而且导游手册啊，他也没写这些东西啊。Silver Play， 贝聿铭。Welcome to Evancy Restaurant。我们现在带了这个一家法国餐厅，是法国最著名的餐厅，叫嗨放肆。Evancy。许多名人呢都喜欢在这里用餐，获得艺术的灵感。因为在他的窗外就可以看到法国最著名的地标建筑，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在哪呢？窗外啊，窗外。这肯定是找祝小邦设计师帮忙设计的吧？这么好看。哥，我们今天这个环境就餐环境啊，给您弄的是这样的。这不还是刚才那屋吗？不是，您信念感，这事儿得信念，您相信啊。然后我们现在到法国了，这个给您安排的是一个埃菲尔铁塔旁边的这一个小的一个用餐的一个环境。埃菲尔铁塔旁边还真有一个可以掉到空中吃饭的。啊，那不错，哥。假想之旅第一站。法国巴黎，巴黎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法国人凭借对美食无限的追求和热爱，使得法餐成为了西餐之首。到达了巴黎，必须得品尝一顿正宗的法餐。但别忘了，我们是假想之旅。法餐需要成员们利用便利店的食物制作完成。那我们现在开始制作法餐吧。来吧，来，给你们准备好了。我真的是啊，
哦，来来来，一人一份。哇，啊，还真是不同的菜呀，真是鸡排，认真的。哇，这真的要动火啊！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啊，我胳膊抬不起来咋做呀？这我这胳膊抬不起来，锁死了。对呀，左胳膊锁死，怎么做？好的，胳膊抬不起来。你去那，哎，你也不能往那边。哥，我给你做好了，这么快，法式一小甜点，对。我冰箱里的冰淇淋给我拿一个。你们认真一点去。你快过来帮忙，快，自己没两手啊，快点。哎，就给我吃的土豆是盒饭里的。对，就是这食谱就这么呈现的。红色水萝卜啊，片和豆苗，豆苗。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呀、啊、这里啊，衣服里面都有破洞。你需要穿着这件西装和李晨一同制作并享用浪漫的法餐，整个过程中不能被李晨发现。这么凉快，你怎么刀锋呢？而且问你，你的肉怎么就好像要挤出来的？ Simple play, simple play. Merci beaucoup. 法式午餐。Simple play. 这个呢，是让我近距离的观赏的一个模型，都是真的。没有模型，这个也是真的。这个你还摸一下，你就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了。你摸，不信你摸一摸。哥哥，你把这打开，我们看一下。开吗？看一下。来。片和豆苗，豆苗，豆苗，豆苗是啥？没有冰激凌这种。今儿冰葡萄，对，冰葡萄我来做，来开始，直接有了冰葡萄球，加小宇宙气泡水，它现在是零糖、零卡、零脂肪，冰葡萄球，啊，那种排骨，是，我觉得我这道菜应该是你们所有人里面做的最快的一个，白桃乌龙，还有。柚子海盐，还有荔枝乳酸，来荔枝乳酸吧。总共三种口味，它现在是零糖、零卡、零脂肪。按一下，八秒钟就可以做一杯气泡水冰沙。每一瓶都有两种口味，这也太厉害了。哎，你们看这机器，八秒钟就能做一个气泡水冰沙。真的假的？真的。八秒钟什么？就能做一个气泡水冰沙，不可能吧？你们有没有自己最拿手的一道菜？我吗？最拿手的一道菜。红烧肉。哥哥，我精心为你制作的这个已经做好了。你给我放在冰箱里，小飞宇。你自己放，自己没手啊？这是薄荷叶，怎么叫我在树上摘呢？这不是，这香菜不是，这是薄荷叶。哦，你抠啥呢？这是冰箱吗？是，我放进去。你自己放。大勋，来，怎么了？会切这个吗？我会。来，这是能吃的吗？能。我给你切，这个太……你别站在这儿。你刚刚弄冰箱的时候都漏了，漏了那角度上没事，三片够了。够了，就摆盘这个是。哦，行了。放不到。算了，拿着吧。好了吗？我一会儿把这个菜，哥喜欢吃这菜，我把它一会儿给热一下子。嗯。
你一直保持一个我看不见的角度在跟我交流吗？你一直保持一个我看不见的角度在跟我交流吗？怎么回事啊？啊？啥呀？怎么了？怎么了？就你自己，我这衣服没事，我就这样，没事。每个人都有。你们是法国丐帮的呀？带走我的行囊，把它藏在行囊，带它四海飘荡，也不用再逞强，我也依旧滚烫，放下廉价的悲伤。搞错了。我跟你说，你们真的不是你，尤其是哥对你太失望了。为什么？一点都不打配合，然后你很冷静地跟我说，看到了。确实看到了，你这个破得这么大呢？对啊。我跟你说，你们自己都不相信，你们来到巴黎怎么做？我们一直很相信，但总觉得主要是第一趴这个导游啊，确实是有点，你知道吗？老在挑别人的问题。是我不好了，我懂了，我听出你们说那意思了，那你道个歉吧。不是，你看浩哥在的时候多正经，大家多认真，你看你来以后、啊，完了，你能理解吗？我想前往下一个地方。好好好，那这样吧，我们这个已经完美的结束了巴黎，太好了。来来来来来来，看下一个环节是什么？结束了这个法国巴黎之后，我们的假想之旅第二站啊，我们要去一个卫星发射中心。走吧，好不好？哎，不是，等停，谁是导游？第二站，我。飞宇，我反正觉得只要你正常来，基本就是绝对不是那个垫底。后几个环节应该不会再差过第一个环节。陈飞宇，在。接棒，希望你能把导游这件事办得更好。那一定不用你哄哄哄我了啊！一定得跟你。然后放手，走吧，坐飞机去吧。谁是导游？听谁的？听你的，那可不是。怎么着？走啊，走。远吗？有点小雨。路上有多长时间？半个小时打底。半个小时打底，那觉得可以睡一会儿啊。睡吧，陈哥。是不是？我觉得，既然是一个假想当中的旅行，对，就让我在睡梦当中真正的旅行一次吧。你可以先想象一下这个卫星发射中心。今天我觉得嗨放派这个研究啊，其实不管研究什么样的旅行，更多的考验的是我们的信念。对。你没发现小的时候信念感极强吗？对，因为知道的是就给你一个什么破的这个什么木棍儿，你就已经变成孙悟空了。对对对，说现在啊，你来当谁谁谁，哇，你那一天都老开心了。You never lose me。哇，这个有点像我以前打歌的时候带那个舞台那种哈。对什么对啊？你打过歌吗？你我看过他那个。那时候一天要打几个场吧？一天一个场，但是要等到屁股都要坐烂了。那几点就中午化妆，然后等到晚上？不是，早上你分三波，第一波呢是彩排，第二波是摄像的彩排，第三波就是现场了。但也有一些是预录的，就算预录你也得在现场再挑一遍啊，因为现场有观众。所以变成是什么呢？早上四五点就三四点就去化妆间，然后化妆，化完妆呢去到那里六点多七点呢就彩排了，你彩排完了以后你就等他十点十一点多的那个录像、camera 彩排或者你的录像，然后呢现场就大概是四点到五点了。紧张吗？就一开始蛮紧张，刚出道。到
到现在就可能没感觉，不是紧张了，是兴奋，兴奋，嗯，恨不得来多几遍，赶快啊。这很大，很大声，等会儿啊。打歌了，打歌了。Don't call me baby, you call me my name. What if I just hold on for a while, baby? There's no drug quite like denial. Oh my. 采访团的旅客们，现在你们已经抵达了微博网友为你们精心挑选的旅行地点——卫星发射中心。祝你们本次旅途愉快。走啊，来了，来了。导游，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啊？这是、各位嗨爆派的成员以及乘客，你看，这就是榜样。没事，不用说，观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那已经到了这个卫星发射基地了啊！大家跟我走，跟我走，跟着小旗子走。这太晒了，这不行。来不来？回去。哎呀，火箭，哪里啊？前面，导游。哎，前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火箭啊，发射舱。哎，导游，各位旅客请注意，欢迎大家来到卫星发射中心，开放一号发射场，开放派的一个卫星啊发射基地的一个场子，一个场子啊。导游，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各位游客，那我们应该坐在那儿吧？我们应该坐在那儿吧？给我们安排座吧，先。这样别乱。听导游的。这不是法国了、你还是导游吗？不是了。你还是吗？不是。谦虚一点。我们来参观一下啊。参观一下，参观一下。啊，前方你们看到的就是发射塔了。导游，你跑什么？你给我过来！你跑什么？导游，你是不是知道这一切？你故意把我们往那个地方带？导游就是小胆量。是，来把灵魂收回来。旗都倒了，旗都倒了，开放的旗都倒了，被你们吓的，这一下人都醒了。发射舱里已经有五艘崭新的飞船在等待着我们。这是这五艘飞船的第一次试航。好像很好玩的样子。我们进太空之旅了呗。这里就是我们的发射舱，我来带大家体验一下太空飞船。我花那么多钱，你就让我做这个？我说句心里话，这一趴明显的这个资金比你法国的那个强多了。当然了，你去法国是你坐车了吗？你这都坐车了，明显是。这是车吗？这是飞船。好，那咱们是上吧，来随便挑一个。哎，这个小好像童年的那个，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小朋友玩的那种小玩具？响着音乐，然后前后摇摆。哎呀。太小了，这怎么开啊？来吧，导游，导游，真的是这样哎，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感受这船，真的感受，闭眼，上眼睛感受，闭上眼睛，闭眼，信念感，信念。我们要想象什么？我们已经上太空了吗？
对着这个音乐，你现在已经在。那导游，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开门以后会有一些新的惊喜，我有点不好的预感。还有一层，这门还能开吗？我开吧，是吧？我开吧，是吧？开吗？这里是什么呀？这里就是星空，是密室吗？这是星空，啊，这是星空啊。对，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自制星空。自制星空、啊、自制星空，是的。这里是我、就是我们的太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是太空，我们躺一会儿好不好？我们真的想象一下这是太空。你先躺一会儿。你看到星空了吗？我们感受一下嘛，导游，来，闭上眼睛感受一下，真的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完就完事了吧？我觉得你们还不够相信这是太空。我已经很相信，我现在相信了。我现在就是人太空，被你们四个掏空。我要真的在一分钟之内不跟你们说话，你们绝对睡着。打个赌，信吗？哎，假代购，假代购。假想之旅第二站，卫星发射中心，绘制星空。成员们通过向黑暗房间内喷洒荧光液来模拟宇宙中的浩瀚星空。为了让荧光液喷洒得更加自然，成员们首先要学习如何发射水火箭，然后将荧光棒中玻璃容器内外的两种不同溶液分开储存，溶液混合之后就能形成荧光的效果。来，我们要自制星空了，是不是？星空制作的步骤一，准备工作，我们要制作荧光液。你看，荧光棒是由脂类化合物和荧光染料的混合液以及过氧化物构成的，然后将这两种液体混合在一起后，会形成一个化学反应，产生这个荧光的效果。荧光棒里面有两种溶液，在太阳光下你可以明显看到中间有三个，这三个是玻璃管。啊，我们现在先把两种溶液拆开，这样对吧？你稍微这样循环着剪。你小心，没有玻璃。你先小心。你不要，我把那个溶液倒进去。对，然后你就会收获这个溶液，这样拍一拍就会有玻璃管出来了。啊，原来是有玻璃管在里面的。对，然后溶液就已经渗到下面去了。你们可以看这个什么溶液，那个是？这是一种氧化物，在这里。啊、嗯，是不需要的对吧？需要的。然后用毛巾把这个玻璃管擦一擦。好，用什么毛巾？金号毛巾。啊。那还得了，全都吸光了。擦干净以后，你会用第二个桶把这个玻璃砸碎。为什么要好好的砸碎干嘛？因为你要制造荧光液。哦，那也是。这样对吧？但是如果用这样的话，那不是玻璃碎都进去了？这不是有这个漏斗吗？是哦。嗯。你这样，哦，这样对吧？哎呀，都洒了，这怎么办啊，哥？我来。咱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有点重复性工作，全都给他剪了吗？好了，家里的全部就剪在这。加尔那专门负责收集那玻璃的，把玻璃都给他。但太难受了，现在直接来，直接来。直接来，来，我们继续。加尔那边已经攻不上了，快！可以了，我们不整了。
足够了，这么多。溶液 A， 溶液 B 制作完成。那我现在把它混合进去了，看一下效果啊。哎，等会儿，能不能尊重一下导游啊？太自作主张了。能不能尊重一下导游啊？可以。那现在我们应该干嘛？放下。啊、真的是放下。来，陈哥，我来是吧？该混到一块儿了。哦。原来还是同样的事儿，就不让你干。明白了，我来。好嘞，没问题。变色了，变蓝了。两种有机物混合之后就发出了荧光。哇，化学效应。对，是种化学效应。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干嘛？你们把荧光液放进这个火箭里，在那个星空房里发射，就会制造星空了。啊，我们先接水。哦，接水，好。嘉尔，你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贴纸了吗？够了，这么多。可以了。然后你就踩住这个，开始打气。打到了，哥。哎呀，不要动，你让我来。然后你先不要动它。然后就这样，发现这里有一个，我知道，我发现了，好，我明白了，这是启动，你知道吗？发射，来，哥，来发射一下，你们在这儿看着呢，来发射一下，我们的心与你同在，我来了，一直搬着，来。发生什么事了？刚才远高吗？我都没看见他去哪儿了。去那儿去了，水瓶子在那儿呢。哎，好像没有我想象那么爆哎。对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因为它水没有那么多，对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呀，这效果我看出来，都不用躲了，来吧。我来发射一个试试。哇！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了啊！二三四，哇哦，他有点控制不了自己，啊，他飞到中途就放弃了，就半途而废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干嘛？导游，我们听你的，现在应该干嘛？换衣服吧。在哪儿换？在这换。在外面换。金号毛巾。走，换衣服。哎，这上面有一个 Dr. High， 这衣服会很热吧？好玩。对，我右脚已经过去了。不用管。Hello， Lucy。Lucy， 哇，这个太可爱了！快走，我进去吧，太热了。走吧。耶，冲啊！要去太空了！耶，冲啊！I can still see the flowers blooming round you where we met on the Isle of Capri.
加油啊，加油，我们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宇宙太空啦，要去太空啦，慢慢走，加油。开门，哇，坐飞船，来，上飞船。啊，来吧。啊。来吧，哎呀，冲呀！我们准备发射，各部门准备。准备了，兄弟，要去往太空了。我们一起飞往太空，出发！来了。好，随身物品。感谢您乘坐开放一号，我们下次再会。我们要出舱了吗？哦，小心啊！哇，寒冷啊，很冷，真的很冷哎，好冷！哇，我们感觉我们的加尔的太空服好像出现了问题，不动了。你还好吗？好像蔫了。加尔就不行了，他这已经起雾了，他跟他们已经不一样了。我还好吗？头现在明显比我矮了好多，你就像那个被霜打了的茄子一样。现在怎么办？我们来吧，发火箭吧。我来，先把两个合二为一。来，来，我们要自制星空了，是不是？哇！好漂亮！哎，我来，我帮你拧开。看，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哇哇哇，好美啊！小心！小
事业小心啊、哦！继续继续，这量应该是刚好的，可以。拧上，你抵着啊！扣紧了，扣紧。好了，反过来。哎呀，那漏了，不行、哎！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没事，没有装紧。等会儿，等会儿。是没有拧好的问题。已经很紧了，刚才。不是，它是没有拧好的问题。嗯、哦，你等我一下，我试试看。是个盖儿没拧好，咱那也漏了，咱俩漏了吗？漏了不行，它气压一大就更会漏。那你那也对，休息。哎，那你那也对，休息。哎，不，再装一下，扣紧。拍拍拍，好、哦，紧了吗？可以吧？好、哦。不是哥，是 OK 吗 ？OK， 那咱们先发射一个吧，一个一个发射吧，那就 OK，Let's、okay, go， 打气打气。见证这一刻，我觉得够了，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出来了，快，开始了啊！走，大家倒计时好不好？三。二一，内容，拍拍拍，好、哦，紧了吗？一个一个发射吧，那就 ，OK，Let's、okay, go， 打气打气，见证这一刻。我觉得够了，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了，出来了，快，开始了啊！走，大家倒计时好不好？三、二、一，发射！发射！是银河落九天，这就是银河、啊、大家五四三二一，哦哦，发射，哇、哦、你们开心吗？开心，哇、哦哇，真美！哇，真美！太美了！我们来到宇宙了 ，guys！ 哇，太酷！嘉尔一直想来的地方，不是吗？对，我们大家来抱一下吧！怎么？耶！来宇宙了 ，bros！ 耶！哇，这一趟旅游还是非常值得的。对，好看，对，妙。哎，真的很漂亮啊！你这样看，感觉地上比天上好看。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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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不要在这个墙上画画些图啊？我觉得弄成几个荧光人挺好看的。啊，哥哥，为什么把人家衣服弄脏了？你自己现在看不见，你是现在全场最帅的。我能画一个大爱心吧，我们。这个是泗水枪是吧？画了个人。画画，一方他干啥呢？那谁呀？那是在那说啥呢？干啥？你说给刷墙了？是不是看不懂？在喷的那位哥，哎，你看一下你左边的肩膀，都是不是吗？
啊，它好亮啊，它好亮啊！啊，嘉荣哥，有什么想在这里许愿的吗？世界和平，身体健康，希望保护地球，希望疫情早点过去。Someday down the line, before we both run out of time, you're gonna see that someday we'll be all that we need. 我们可以先回地球了。出发，出发！感谢 Miss Doctor Han。哇，天已经黑了。谁知道我们在太空经历了什么？他们并不知道。还是地球好啊，还哪儿都不如自个儿家，还是地球好。哇哇哇，其实我们今天就是第一次看到用两种液体混合在一起，其实是可以制作出这个有化学反应的这种荧光的效果。对对对对对。然后把这种荧光的效果放在黑暗里，就第一下刚喷上去的时候真的很过瘾，一片星海。因为今天在一个特别暗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说更明显。是的，平时咱肯定经历不到。对，平时根本没机会，而且包括刚才那个小飞船啊，你什么时候平时能坐？你说，只有在嗨放派才能坐了。真的？对对对对对。这圆了你的一个小愿望吧。你一开始不是说你想把饭送到太空？对，没想到这次就实现了，我觉得还不错。陈哥在干嘛？我在用这个三星最新的 Z4 3画个宇宙飞船，把我们刚才的这个美好画面记录下来，用这个最新的 S Pen 就能够操作所有的。哇，画得很好。哎，这个画笔画画很流畅很随意。那我们用三星 Z4 3把我们刚才的这个快乐的美好记忆用视频记录下来。好啊，好，一二三，开放一号发射成功。什么时候拍啊？已经拍了。啊，已经拍了。视频吗？拍了。视频。好，下一站的导游是谁？我。是不是温泉？你是导游啊，然后还有这个机器。拿到了你击剑是吧？感觉哦，是啊，怪不得耍这么溜。来，走，休息去。休息了？休息了是吧？休息，我们去下一趴温泉。温泉，我跟你说，就是一个地方让你们放松的。温泉是哪个景点啊？你别管是哪个景点，我带你去就是了。你看啊。等会儿我要说的话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各位游客请注意，我是当地的导游 XXX。 现在我们身处的是素有欧洲屋脊之称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温泉小镇啊。这里一温暖的矿泉水。是真的吗？不可能吗？又是要靠我们想象。想象。但是今天呢，我们缺少一点雪，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自己做嘛，自己做雪景。我希望等会儿下车以后，大家保持一个纪律啊。可以啊。什么意思？什么叫纪律？纪律。纪律。纪律。保纪律。就是听指挥的。行。但就是陈飞宇是不可能了，我跟你说，真的。跟谁俩的？跟谁俩的？那天我不收拾你，你来，你现在来收拾。能不能跟哥哥别整那些没有用的了，飞宇？真的，哥想皮鞭就要轻轻抽打你的那个后背上了啊！你再说一遍。我愿拿起那小皮鞭，抽在他身上。
位游客注意啊，我是这个当地的导游，我叫王教练 Jackson 啊。哦。现在我们身处的是素有欧洲屋脊之称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温泉小镇。这里呢是温暖的泉水，相信的这个温暖的那个泉水会让你们觉得非常舒适。消，你让我说话，会消除掉你们一天的疲劳啊，消除掉我们的身上的疲劳，好吗？但是问题啊，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可以尽情的去享受这个温泉，但我们有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缺少了一点点雪。那不行啊，没雪可不行。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去制作雪景。温泉怎么看不出来它温啊，导游？哎，对呀，不是，为什么不温啊？不是，这个还没开呢。还没开呢。还没开。你看这个，哎，温度计都给你调好了，你看确实是零下。确实是零下。零下95度。假想之旅第三站，阿尔卑斯山，人工造雪。雪粉实际是一种主要成分为聚丙烯酸钠的聚合物，吸水后会迅速膨胀至原本体积的80至100倍。铺上雪粉之后，再撒上足量的水，就可以制造以假乱真的雪景啦。先用很少量的试一下。对。加水对吗？对。加水。好，我这样，我把它这样扩充一点，这样水不会流到外面去。来，加吧。哎，有了，啊，有啊，哦，可以形成雪，是冰的吗？你摸一下，不会，啊，只是一个噱头，对吧？是的，没有任何反应。来吧，咱们先把游泳池旁边铺一下，都给铺满，来吧，铺吧。在这儿，在这儿开场。我们铺的漂亮一点啊。多撒点开门板啊！起火没喊，行了，见证奇迹的时刻。来，我刺一下，我先刺一手。你远远一点，我刺一手。你什么都你来刺一手，你来。你看，这就是你，你看。一台机器多少钱？发生什么事啊？大勋，你在刺水了。它也不变雪呀、啊，变了，这得撕到什么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再用别的水撒一下。哇哦，哇哦，这个更过瘾。冲没了，你是有病啊！快点做完，还得继续泡呢。对。可以。哎哎，哎，这好凉啊！我觉得我们做出了一个最好的实验，就别给男孩玩水，玩到最后一定是变成这样。真的，这就是最好的实验。你看。怎么了，哥哥？炸！等着，别欺负弟弟啊！你是个儿媳妇啊？收手吧你！哎呀，有大勋在，真的。和平相处，和平相处。人好雪啊！
真的像雪，真的真的像雪。你们怎么不兴奋啊？耶！对啊，这孩子们都在看电视呢，现在，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的激情。哇，这真的很像雪，很像。哇，真美！哇，真美！哇，你看它其实还是在长。来，咱们腾一块地方。捏雪人，来来来，来吧。要喷点吗？喷中间，中间，中间，中间喷。找那个其中的，其中的。好。你揉回去，揉回去。喷，再喷。继续。一直喷吧。不够，不够。这不要再加水了，要加吧？要加。水还不够。大量的加，对吧？非常能吸水。他说非常能吸水，我们觉得你要做植入了。我还以为你在上面浸泡毛巾呢。你传一个试试，根本不行，真的堆不成，太稀，要么太稀，要么太干。怎么办啊？我们这个可能真的是水给的不够吧。哎，我有一个好方法，把这个桶倒过来，把那个雪堆在这个桶的边上。拿这个桶当身体啊，当支撑。对，怎么做个雪人这么费劲啊？不是，其实就要把这个把这桶给它堆上就行。把那个头，把那个头放上。真的，齐活了。啊呜！怎么样，还像那么回事吧？真太像了，哥，你太有才了。下来吧，泡吧，来吧。哎，为什么热的？是热的，本来就是热的，温泉嘛。哇，这个温泉好舒服啊！哇，太舒服了，好舒服呀、啊！哎，哇哇哇哇，这什么？大家好，今天呢，特意为大家准备了家乡美食液氮火锅。液氮的沸点是-196摄氏度，我们的食物放到液氮里面会被迅速的冻干，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口感。一会儿大家可以试一下。那就不是火锅了。液氮火锅，如果把手放进去会怎么样？截肢。什么意思？就是完全就停。-100多度的极冻，你想想。这啥？导游，导游，快点给我们提供服务。喂，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这样？能吃吗？好好干的。好吃吗？有味儿吗？不是，就很像吃雪糕，吃雪糕。雪糕，口感都变了吗？对，口感都变了。吃完这一针，觉得还是热的好吃。哇哦！好脆呀！我想尝一面包片。好的。粘上了，真的假的？我粘嘴了，粘嘴了，粘嘴了，真的很凉。哎呀，哇！哦，应该有这种感觉，对。哎，水果好吃，这个最好吃，小番茄好吃。我刚才吃了，好吃的，嗯。哇，太棒了！
想吃一西红柿。这个太好吃了。哎，我们也拍张照留念吧。最后一趴，就看你的了，你知道吗？开始得有循序渐进。你说第一趴垮棚了，垮棚了。我先第一趴最好看的一趴。大勋垮不垮也不重要，对吧？还敞篷着呢。接下来最后一个环节，我们非常的期待，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一会儿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件，对于今天这些旅行和实验来讲，最让我们震撼的一个实验吧。好，那我们去下一趴吧。我们要交这个棒，交给你了。好，最重要的，我抄。好，来，我们前往今天第四个旅游景点，好吧？好，来走，出发 ，Let's go。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啊，我们出发了，下一个场地是嘉伦哥的主场。哎，对了，我那天看你们班那个开学的照片，刘金是你们班老师吗？你认识刘金老师？你是你们班老师吗？啊，我台词老师，他挺好的是吧？你认识吗？他是我大学同学。那一个班的。他是你大学同学？对啊。你跟他能上了 A 大学？你问他认不认识我？你是中戏的。你问他认不认识我？对我放尊重一点啊！开放团的旅客们，现在已经抵达假想旅行第四站东非大列国，祝你们能在本次旅途的目的地愉快的玩耍。这是真来一大峡谷啊！哇！这是东非大列谷，有点信念感，信念感，东非大列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哎，这是没来过吧？东非大列谷，咱们开了40来天吧，就到40来天到这儿。东非大列谷是地球大陆上最大的一个列谷带，总长能到6400公里，是地球周长的1/6。国内有一个著名的景区叫做杭州宝寿山的停车场，它有一块峭壁与大列谷非常的相似，从而吸引了很多人前去打卡拍照，假装自己去过大列谷。这不是真的吗？就是峭壁，应该就是这个地方，是真的呀。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在这里拍摄我们的 vlog。 怎么感觉这最后一个环节这么复杂呀？这么多瓶瓶罐罐的，这都是要做什么？这是多少种化学元素？哇，还有电风扇。东非大列谷还有一种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就是龙卷风。哇，那我们是今天要造风吗？这个峭壁应该就是彩色龙卷风最可能会发生的地方。今天我们将要自制彩色的龙卷风，让大家一睹壮观景象。哇，是不是无法想象？咱好好的做什么龙卷风啊？这不是我们要体验吗？啊、就跟学习嘛，你得卷啊！好好的，连雪不都做出来了吗？对。今天一天好好的，我从法国都已经到非洲了。哦，那我们现在是在哪个地方啊？东非。东非的大列谷，我们到了非洲啊。龙卷风的制作步骤啊，第一步就是进行这个焰色的反应。焰色反应是指某些金属或者它们的化合物在无色的火焰中灼烧时，使火焰呈现特殊颜色的现象。哦，这个是火。对，先是火焰，先玩火。你知道我现在想到的是什么？什么？网上有一组视频，叫《人家的化学老师和我的化学老师》。
别人的化学老师，真是高手。这个太厉害了，哇，这个真厉害。我们的化学老师，我们能不能弄好的，来吧。确定吗？不确定。这个不是洗碗的吗？先弄火吧。不是啊，这个手套不是洗碗的，要戴护目镜啊。先弄火吧。将同一组合的化学试剂倒入量杯中。倒。甲醇最左边这个是吧？硼酸。啊，这是什么？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来，倒倒倒，没事，我搅拌。混合搅拌后，再倒入铁盆内，点火观看火焰的颜色。把这个倒铁盆。铁盆里是吧？来吧。哇哦！哇哦！哇哦！蓝色的火，绿的，绿的，绿的，蓝色，这是绿色好吗？绿色，绿色。天哪！这个暴露了，太激动了。今天嗨放派成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就是魏大勋同学呢色盲色弱至少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颜色呢？硼酸。那这是什么？甲醇。那啊，所以这几种都是颜色，这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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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随便搭配吗？就还是那么搭，一瓶液体一瓶粉是吧？对。现在倒什么？氯化钠。倒别的色儿的。还倒甲醇吗？倒倒倒倒两罐。搅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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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匀。哇哦！哇哦！这是什么颜色？是蓝色。这明明是紫色。蓝紫色，这就是蓝色火焰。氯化钡啊，来吧。哎，金色，金黄色，这是什么颜色？金黄色，是是是，这个才说对了。氯化锂，还有最后一种颜色不知道。红色，不会是粉红这么难以实现的吧？红色，大红色，红的，红色，大红色，红的。粉色啊，粉色，粉色。我觉得绿色就好看，红色也好看，对，但是绿色比较难看到。哎，但这么红的你也没看过啊。对。那继续吧，继续吧。第一步完事了，第二步呢？第二个就是制作火焰龙卷风。首先要挑选喜欢的火焰颜色，红色，红色哈。那红色就这个，红色，氯化锂，氯化锂。然后再将风扇按照图上指示围着铁板摆成一个圆，将化学试剂倒在铁板上。实验的全过程是在专业安全人员指导下进行，并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选择了安全的实验地点。摆成一圈就行了。对，只要摆成一圈，能平均分开就可以。架儿往那边一点，那就够了。这样的，那这个就顺着这个。对。大概这样吧。可以了。哎，我们所有的风是不是应该往上面翘一点点？对，稍微翘一点点吧。就是头稍微翘一点点。我觉得我拿一个小量杯，少倒一点点，先在中间测试一下。对对对，然后再倒大量的。谨慎谨慎，把它全打开，全按成一个。前三档，这边是最大档。按到最小档吧，我觉得。最大档。啊？我爽吗？我也来一下一下。其实没什么风啊。找玛丽莲，找那个铁达尼克号，铁达尼号的感觉呢？来吧，来吧，兄弟们，先把这个闸关掉，先加一点小的试一试。总闸的事儿是吧？
在铁板上烧，那液体到了铁板上。我先把火点着，然后你们再拉闸，就这么点、啊、这么点吗？试一下，试一下。来，来来来，走走起。来来来，走走起。它的位置太低了。不对啊，兄弟，往下吹，往里吹，小心。往下面一点点就往地上吹，往这地上吹。不是，你要往上吹它才能出来，你怼着吹不就出不来了吗？现在就两边都不对称，那边堆的多，这边堆的少。那边拿掉一个吧。不不，这边就本来就这边少。不，那边多，这边少。这边少，一二三，那边一二三四五。这个线后面只有这三个，那个线后面有五个。不不，至少现在是四个。你就那边拿掉一个。不不，这边绝对不能拿掉，本来火就往这边走。我的理论啊，是每一个风扇你只能沾到一点点的边，不可以直吹它，这样的话整个东西才能转，而不是直接打它中间。对对对，风扇的中间刚好插到它的边。来，啊，开吧，来了，我们都站远。见证时刻，三。见证奇迹的时刻啊！见证时刻奇迹啊！奇迹的时刻的，见证，反正见证吧。来，三、二、一。三。二一，有了！你看看啊，有了！哇！你看看啊，有了！哇！不是，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做那算是完成了，那是龙卷风吗？但是没有形成大的龙卷风。那因为它不够多呀。那咱这次加多吗？对啊，我就是来吧。哎呀，小心啊！你那个中心倒，轻轻倒，慢点，慢慢倒，慢慢倒。自己有点多了，自己往后退，不多。你先点，再开风扇。等会儿。准备好了吗？你先呲一个，看能呲出来不？你跑那边，你跑远点吃，别吃我们身上。你这么怎么这么自私啊？怎么别吃我身上？你不是担心我被他弄坏？没事了，好，可以了，可以了，好 ，Let's go 了。你这个各方面咱都准备就绪了，有点后悔认识你。开始，我觉得咱们喊一个口号。去找真相就是开放啊！去找真相就是开放。我们不要这么官方，好不好？好嘞。我们大家都在看。真诚一点，就这样，看龙卷风，一定能成功。去找真相，就是开放，可以吗？好吧。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就来一次，特殊的。看龙卷风，一定成功。去找真相，就是开放。耶！行，好了。哇！哇！是不是？我跟你说，是不是龙卷风？我们是不是对？
我们是不是对的？这太酷了！哇，哎，越来越高了！哇，这真的很过瘾，爽！你说这辈子有几次能看见红色龙卷风？也只有在嗨放派才能见到。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更大的。我们再做一个大一点的吧，做一个绿色的，做大。绿色吗？关了啊！哇哇哇！哇！哦，我觉得弱的风更厉害，要不要我们试两档？那现在就试呗，现在就能试。两档，中间那个，全部中间那个。那就一档是不是更厉害啊？好了，按完了，都按完了。好了，开。雷大有了。这是二档吗？是啊。哎哥，要不要试试一档啊？好。好了。好了，都好了，好了好了，来来了，这儿三档是最低的。三档原来是最低的，哎，按的我腰都疼了。你们在干什么？媳妇，我们在嗨放啊。还有一个绿色的火焰。可以，差不多了。对，那我们先拍一个 vlog， 来吧。实验在最后一刻，我们已经摆成了这么一个龙卷风方阵，最后的一次绿色火焰。龙卷风啊，人怎么可以做龙卷风？你想想看。那应该做什么？人卷风？不是，人怎么可能？你365天来，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机会可以做到龙卷风？所以这个非常有意义，我们特别感谢嘉伦导游。嘉伦导游，希望可以带大家看这一个现象吧，看这个景象，然后大家也可以见证这一刻。希望大家见证这一刻，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看我们，看只是看这个。OK， 我们现在准备点火，开始了，准备了，来，来，我们倒数一下，三、二、一。哇！好，开吧，开吧，开！龙卷风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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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风！哇！壮观，壮观了。壮观了！哇，这个绿色的火焰，哇，这龙卷风可以啊！哇，这个烟好大，好绿啊！这个烟大，绿色的。因为咱们加了很多，快快快，硼酸，对，施法。你看一下近距离，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太漂亮！我看一下这个镜头是有功力，哇哇哇！没得跑一跑吧，跑一跑，没得跑一跑，快快快！干嘛？干嘛？这什么意思？神经病啊！好，啊哥，快点！我带你们的这个旅游项目没有这个安排。我走啊，走起来，走起来！应该是我强迫你们去消费吗？为什么要来？龙卷风来了，快跑！什么鬼啊！我们为什么要跑？好了，我真的，我拍到的不是这个奇迹，我拍到的是人类的奇迹，就是围着火堆跳舞，从古至今好像都是这样。对对对，对吧？只要点起一堆火，然后就围着火跳舞。我微调蛮有效果的。对，有效果，有效果。我觉得刚才加尔稍微一微调，然后确实整个效果又达到了一个顶峰，确实不一样。这个火焰。加尔对于这种科学的探索和研究已经到达了一个。还有对于细节的把控。把控已经是非常极致的了。拿捏的非常死死。谢谢。一直都是这么吹捧吗？互相的。不是吹捧，实话的都是真话呀。我宣布成功。哇，今天是最成功的一次，真的很成功。我们今天干嘛来着？以前都没有成功吗？以前
也成功了。我们就是这个慢慢在进步啊，我们。你在进步，在进步。对，要感谢哪一个品牌呢？你觉得呢？非常感谢金泰，金浩毛巾。我们总结一下吧，今天选过那边总结吧，咱们去那边总结吧。那边有休闲区，我感觉。总结区啊，那边。这还有帐篷。这个帐篷是氛围感，还是真的要在这睡？啊，氛围感。我想问一下，这个烤串是一个背景还是？哎，这个也是个氛围啊。它也是个氛围。也是个氛围是吧？是氛围还是真的能吃的？啊，真的能吃的，我来吧。哇，哇，谢谢。来，兄弟们，烤串儿。来一个，来一个。这烤的是什么肉来着？不是，你平时你不能说来着，来着好像是你刚刚也在那烤，但是你忘了。没有那么重要吧？你要对语言细节得有把控，你不能只对风扇有这个把控啊，对语言是你要有第二个把控，你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得有把控。你是真正活明白的人。那我重新问一下。这个是什么肉？肉，羊肉啊，牛肉跟羊肉啊，谢谢啊，那很有礼貌还。谁念啊？我来试试他们。你来，他能听懂吗？他们？你这是这无视人，这看低人是不是？这怎么来呢？这是，哥哥你说的对。他先预习一遍，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啊，我来了，你来吧。为了感谢微博网友为我们选出的，你别确认我，我自己来过。你听不懂你问我。为了感谢微博网友为我们选出的太空旅行这么精彩的 idea， 也请大家在这一期节目播出当天积极在微博发布。自制旅游场景 OK 吗？嗯 OK。 和嗨放派一起实现云旅游 Perfect。 Yeah， 对吧，对吧，啊，就是让他们自己在家也做这种假想去旅游。陈哥今儿下来有什么感受吗？这一天开心吗？意外吗？觉得那个冷知识增长了很多。其实实话实说，陈哥，就是你来的这一天，其实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实验性最高的一次。对，真的是最有成就的一期，最有成就。今天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我今天学到了一件事，你有耐心，你就能做到，不要半途而废。咱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有点重复性工作。夏儿，往那边一点，多撒点。起火没有？你看，大哥，有了，我们是不是对的？其实我在那个飞向太空那个环节特别有感触，因为刚好今天咱们的宇航员宁海胜在空间站拍摄北京夜空的那个照片上了热搜。其实从咱们第一代宇航员杨利伟一代一代的这种宇航员，然后到现在能够已经有这样的成绩，真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替国人骄傲。嗯，所以今天咱们几个去，你别看去那个小房间啊，别看咱们傻乎乎的，几个五个人穿着，耶，冲啊！我们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宇宙太空啦！哇，哇，好漂亮！这就是银河，你们开心吗？开心！哇！比如说，我们真的想去太空，但去不了，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也同样。可以达到一样的那个感受，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信念感还是特别重要。对，哇，我们到哪里了？现在你们已经到了法国，开门！哇，哈哈，冲呀，要去太空了！哎，大家好，我们是在阿尔卑斯山，在那个温泉啊。啊，好多雪，好多雪。这个温泉好舒服啊！没来过吧？东非大裂谷，四十来天到这儿。假想旅游的一天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假想之旅感受到生活另一面的美好。我们总是期待旅行，向往远方，总觉得自己够不到的地方风景绝佳，无限渴望。殊不知诗和远方不是一定要完全改变眼前生活的样子，而是要懂得从眼前的生活当中发现美。哇，哇真美，哇真美。当你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你的身边眼前处处都是风景。当你保持一颗好奇心去探索和感知生活，生活就会用最美的风景去回馈你。所以无论是身处浪漫的巴黎还是杭州的基地，只要心里有嗨点，便处处都是景点。你自己想想的是最重要的。对，你不在乎就不重要。是的，你在乎就很重要。对，当下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陈哥，哎，送你两份这个金号毛巾。太好了，谢谢谢谢。没有问题。这个是为你特意定制的。对，定制的。那我就别打开了。DIY。万一打开不是，就有点尴尬是吧？很聪明，很聪明。希望你喜欢，哥。嗯。真的挺美，挺舒服的。是是是。本期节目联合这一期的比较看得见的时间活动玩法，遵守一提示，白驹过期，不定时派送，上微博参加讨论和嗨放探索活动。你是抚养王了，哥哥。关注嗨放探索活动。颜值是4.79秒。接下来想通往中国蓝 TV， 到底什么是一瞬间？1、2、3、走。其实就是这个。中国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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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